好，家人们你们好，接下来呢我要介绍曲子This Man， OK， 大提琴是怎么演奏的啊。在整个曲子里面我们一共出现了应该是三种音符啊。第一个是 D string， 在第三根线的，然后第二个音呢是 G string， 在第一线的，然后之后呢我们出现了A string， 在 fifth line， 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三种音反复重复啊，中间还会有些 rest， 所以说我们拉的时候梳好节奏了。好，准备好了，一起开始 ，Ready， one， two， three， go， one。准备好了，一起开始。Ready? One, two, three, go.